大家的，那我的是哪一支？Thank you.
天哪，大家非常的开心。哎，我走进来。哎，嗨，请坐，请坐，请坐。欢迎收看《安安大明星》。哎，嗯，好。哎，哇，你们很有秩序哎。好，欢迎无双乐团，大家再拍拍手，谢谢他们刚刚带来的开场表演，拍手。好，我个人呢、啊、是有一直以来做这个安安大明星的时候，就是有一些那个小小的许愿这样子，然后我就每次都跟那个制作人讲说，哦，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找周杰伦来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哦，最近周杰伦应该会来，然后我就想说，哦，周杰伦来了，然后我现在说，哎，今天我那个妆当上有青花瓷，我以为周杰伦来了。原来是你们来了，但是还蛮开心的。今天请到的是无双乐团1、2、3、4、5，请问平常有多少人？我们大概有17位团员，今天来了5位这样子。哦，真的，所以你只派出那个1/3的实力。对对对。天哪，那如果全部都来的话，那我们这里站得满。对，就可以坐满满这样子。啊，那大家的乐器都差不多吗？还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传统乐器里面都有包含到，对。但目前就是对传统乐器，我们通常拉弦类啊、弹拨类啊、还有甚至是打击啊，其实都有，还有吹管都有。对，听你讲的好专业哦，就是隔行如隔山。然后我在想说，哎，其实，在那个演艺圈这个行业当中，有很多人选择各种方式，希望在这边跟大家用音乐啊互动啦，或是以表演的方式就结交更多的朋友，也可能成为自己的一个事业上的选项。然后你们是一群很特别的人，就是用国乐演奏的这样的方式，然后在这个表演的舞台上，就是跟大家做这样子的很特别的交流。对，舞台上的方式是用是传统乐器对啊来跟大家做交流。然后我刚刚制作人说，哎、欸，啊，他平常不是弹乐器吗？那可以聊天吗？他说应该可以吧。不然我们还是会吃饭跟喝水、啊欸。不要这样子，對對對，我们今天没有要表演吃饭跟喝水，但是你们还是要先在那个此刻，就是今天来的是无双代表，是这样子吗？无双乐团代表。对啦，我们今天就代表5位这样子。今日无双小乐团。然后那个来5个朋友，来，我们先跟那个正在看我们那个节目录影的直播的朋友，大家先打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无双乐团队长小彩，我是二胡手，大家好。耶、yeah ，我跟你讲，这样有点无聊。不然呢？应该是他说大家好，我小彩，然后就那大家好，嗯耶啊。好，没问题。我想应该会吧。会的，会的。我就知道，那你可以用。可是大家好有点无趣，你可以用。哦，你真的很会耶！我正想要问他说有没有别的。他有很多招。不要这样子，就先来，先跟我们说你要怎么样。那就还是先大家好好了。不要，那你可以说啊，你用 ICU， 不然你用啊，你要 ICU 吗？你用安安大明星好了，好不好？哦，好啊，那就安安大明星，大家好，我是小彩。等一下，你这样会被打到，我先等一下。有，真的吗？很厉害。所以是大家好，我是无双乐团的小彩。我觉得，大家好还不是。哦，真的耶，很厉害啊、哦，有一点，虽然有点。想一下音是什么？哦，真的。要去想一下音是什么。所以你跟他很熟吗？我跟他蛮熟的，他在我人生占了2/3的时间。不要这样子，你还正在长大而已，你不要这样说。对，我还继续。所以他跟你那个认识多少年了啊？好说吗？没关系，我8岁，不过他跟我认识20年了。天哪，你好小就跟他认识了。对对对对然后他就一直陪你嘛，他陪你这么啊，有啦，有换过他啦，他有换弦而已吧，哎、欸，没有，有换过琴，可是灵魂都是同一个。怎么办？主持人无言。不会，我是想到说，哦，就是灵魂都同一个，所以你有把它做一些什么转换啊，或者就有一个转换仪式，阿里不大塞，不会，拜拜，拜拜。哇，你很会耶，天哪！所以你用他表演过那个最酷的是什么歌？最酷的哦、啊，我觉得我们乐团每一首歌都蛮酷的。我觉得这样讲的话，都是我们先请别人跟大家打招呼，先比较好。都很酷啊！好了，小彩请坐，小彩请坐。好，接下来在小彩身边这位那个团员，我们跟大家哎一样也是那个，你这把那个乐器叫做我这把乐器叫做柳琴。柳琴、哦、对，柳树的柳、哦。那因为它长得很像柳叶，所以你上面弄一朵长得像香奈儿的那个花，你是故意的吗？其实呢，它有很多种，就是有人是做这样子的花，也有人是做没有任何花纹的，所以要看。所以你是个人就是比较就是故意要弄一个，弄一个没有，其实要看琴师。哦、看琴师、哦，对，看做琴的师傅。我又问他，我不知道。哦，那不是你自己把它放上去的，是琴师做的。是琴师做的。那个有一些什么特别对乐器的
意义吗？其实这个花纹外在其实不是重点，主要是它的木头才是重点。哦、真的？对，木头要好，那声音才出来才会好听。哦，所以这把琴也跟你很多年了。嗯，对啊，当然也是途中也是都会有换过的。哦，好。好对，因为毕竟琴啊也是一个算是耗损品、嗯，所以你还是必须得。它会、但是好的乐器的话，你当然可以把它，你可以收藏很久啦。是，对。但有时候会因为演出的需要啊，对，不一定就是琴都会一直转换。那我可以先问你一个问题，再请你跟大家打招呼吗？嗯、就是一般演奏国乐，就是你的发型是标准的发型吗？就是像春丽啊，或者像，本身很喜欢初音未来，所以哦，真的吗？对，很喜欢初音未来，所以把自己算也是一个 cosplay 的概念。对对对对对，是真的有点像、欸、自己喜欢双马尾。啊，那这样绑头发会绑很久吗？不会啊，我是应该是绑最快的。其实他们绑比较久，他感觉就是青菜用完就好了。这个很简单，怎么反而我今天用很久哎、欸啊，真的假的？真的，我用好久、喔、啊，辛苦你了，一个小时、啊。这很简单，就这样，就是拔五秒，扎两个马尾就好了。可是他说很整齐，而且他那个就是左右对分，感觉那个就是还蛮有一些对称。对对对对，就是你那个整个状态上，就左边右边就是把它分得很刚好工整，因为我是很喜欢双马尾的人，然后像这阵子不是也有那种什么一不是光棍节嘛、哦，然后其实很多双的节日啊，在日本都对日本来说，那其实都是双马尾日。哦，就我对这种东西还蛮我懂，就你喜欢这件事，就会好好去研究这件事，然后就开始就越来越爱上这样的造型。对啊，对啊，对，那可以你可以用柳琴跟我们说话了。哦、那你要说什么？因为很多人都觉得他长得跟乌克丽丽很像、哦，所以等一下可以带来用很像吉他声音的感觉的。牛仔很忙，好了、哦。真的吗？可是你要先用柳琴、嗯、跟大家说，大家好，我是誰。因为我不是，因为他没有品嘛，他二胡的声音是可以用滑、哦、品，就是我们一格一格的。哦，品。那他是可以用滑音。因为一般说没有品是在骂人，有点紧张。所以是那个三口品吗？对，三口品，哦、因为用滑音的可以制造人的声音，是。但是像柳琴就没有办法像人的声音。拜托啦，就试一下啦。人的声音吗？对啊，试试看啊。应该没有办法、喔。可以啦，你看起来是个高手啊。对啊，你一定可以啦。啊、你要帮他那个出来。我就说你可以吧。内选，里面内选。对对对对啊，你看是不是？我还是因为他们弹拨乐器比较不好做出、啊，可是没有那么像的感觉。对啊，对他只能调调调的这种声音。反正讲话就有各种腔调啊，那也是一种讲话的方式。那我这个应该是纯正的台湾人。也不一定啊，你这应该是小朋友来学说话的时候，大家好那种感觉。哦，所以这个算小朋友的感觉。还不错，还不错。啊，这也跟你认识很久了吗？这一把大概差不多七八年。七八年，他那个二十年哎、欸。对啊、所以你学七年？没有没有，因为我的主修蛮多种，我还会打击，所以国乐的打击是什么？扬琴哦，我讲错了，是吗？打击、啊。感觉你们真的很爱国乐，就是很喜欢音乐。他比较特别，他其实他主修不是这个，他是来无双乐团，然后才学这个，然后现在还弹得很棒，对，真的，他还特别练这样子。我以前学的是跟传统戏曲、传统乐器。就是乐琴啊，乐、琴，乐、琴。我以前弹的是乐琴、哦，然后后来才自己讲。所以你会唱乐琴吗？你要来现场唱一下乐琴？不一样，不一样。乐琴是一个乐器。我懂啊，但是我想让他唱一下。你也知道的嘛，是不是？好、啊，那个在你身边的那个这位无双的朋友也跟大家打招呼。嗨，大家好，我是丽卡，草字头的丽。丽凯。对，卡住头的卡。哦，丽卡，丽。对对对，丽卡。丽卡。丽卡你，你跟那个小彩用的音乐，我跟小彩是一样，都是二胡，对啊。所以你也学很久了吗？应该是比他小一点点，对，哦、因为我中间其实有断过，我不是就是一直学上来的。明白明白，那谁的功力比较厉害？啊、当然是他哦，队长不得了，因为我八岁，然后他四岁，没有，我才三岁。哦，你三岁，四岁是这个。其实这个节目最喜欢制造一些就是纷争，然后呢，他团员之间就是大家在那边斗争。那就这样吧，一二三四五，好了，如何？好好结束这个话题。好，结束了。对，我觉得他们自己在瞧不平的时候，这件事情就相当让大家觉得线上是愉快的感觉。那你们两个，不然你们两个等一下可以二胡，然后对呛。
我不敢啦。没关系啦，又不是你在讲话，我们可以很优美的拉出一些感情好的，不用对唱。可以啊，就是说你今天吃饱了吗？现在还是要那种感觉啊？为什么不行？是谁规定对唱一定要讲什么？那种我吃很饱，那你呢？这样子就好了。这也是一件很可爱的事情。那你也可以用二胡。可是你要跟他不一样，因为小彩已经说大家好了，所以你要讲别的。那我要讲什么？我要说什么好嘞？说什么好嘞？我说阿尼亚塞哟这样好了。好好、啊，你自己选的哦。那你帮我拿。好好好。嘴巴就好了。他作弊。他以为我们没有看到。哎、欸，其实 Ania Say 又只有一个音不一样，都是一样的音。你看，我被小彩队长呛了，都是一样的音啊，哦，真的哦，所以就是一个，所以你要示范，他要示范了，人就这样，对啊，藏不住那种爱现的精神。哦，真的，他其实就只是一个 Ania Say 哦，就这样而已，对。队长今天来，好，下一位，下一位。队长今天真的不是来假的，队长今天就是感觉就是要好好来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国乐的那个历史，奥妙。好，旁边这位那个 ，Hello， 大家好，我是无双的琵琶手，叫温温。你好，所以你平常就是有琵琶的季节也会去买这个水果吗？琵琶季节。哎，琵琶很难买到哎，很难买，真的。对啊，你以为嘞？琵琶现在都买琵琶膏代替而已。啊，真的吗？其实那个就是时令的水果，琵琶听说也是真的蛮好的，真的吧？你看是不是？那你琵琶可以弹大家好吗？不行。你们都说这样子，那好，那大家直接啊，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进行到这个地方为止，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用乐器。没试过。哦，真的？那你要试一下吗？好，就一样用那个好了。对啊。两条弦。你看对。一点点了，不会啦，很好啊，没有，对，有了有了，这是一个，我觉得这是一个不会啊，没有拉扯这件事情，这是表演者的诚意，就是你用什么都是对的，对我们来说，但是我们会觉得，哎，你要有勇气去做一些，对，虽然这是一个无厘头的那个出题，可是就难免嘛，因为你们今天都是用乐器来跟大家交流的，那不然你带他来干嘛？就是你也要让他跟别人打招呼啊，那刚刚是你的琵琶在跟别人打招呼，那旁边另外一只琵琶朋友。大家好，我是无双乐团的琵琶手，叫韵翔，韵律的韵，飞翔的翔。韵律的韵，飞翔的翔。很像男生的名字。不会啊，不会啊，你是个很多人以为我是男的。哦，真的吗？你们所以你们这团有男的？就我啊。我觉得，好，我觉得大家开心最重要。对对对，所以就是一个男孩的身份，然后进入这个乐团，你现在就是感觉上怎么样？觉得很吃香吗？对，就非常幸福。幸福，所以大家都对你算是还不错，还是其实都把你排挤？对，我是就是草啊，他们是花。哦，真的哦，没有，他是我们很新的小学妹，哦，他不到入团不到一年，然后非常可爱。对啊，因为无双这个品牌算是一个品牌嘛，这样的乐团就有很有心的那种就是老师，然后希望用这样的方式让国乐跟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更多人可以理解，所以其实你们，说说个比较那个学院派就哦，你们其实责任也是很重大，对，因为国乐在我们。台湾这边就是比较没有比较不是那么最流行的，对啦，对啊。可是你们刚刚就是会结合利用流行音乐的表演的方式，就让大家去亲近这种音乐的表现嘛。如果你刚刚一弹出来，其实人多哦，就是还是真的是蛮有气势的。所以真的，如果哦十七个都在的话，对，因为这边平常会有歌手来唱歌，然后你们刚刚整个在这个环境里面，其实它产生出的那个状态又有一种新的概念，一个跨界不一样的表演方式。有啊，你不觉得音场很好吗？你刚刚自己在演奏的时候，你没有觉得那个四面八方打回来的声音就让你们整个表演音响也架得很好？有啊有啊，就是大家就是很用心，就希望今天用很我们是很慎重并且很正式的让国乐这件事情在安大明星，然后透过无双来跟大家那个见面。你该做的事情也是要做一下，你以为忘记了吗？我只讲话垫一下档而已。你怎么可能？你看，那对，你看旁边的人就马上伸出援手。大家好。哦，好。你知道，人我们这个是这样子，我们人就是注重的是一个诚意的问题。好，这人只要有诚意就好。对对对，那诚意这件事情呢，成立了之后，那在这件整个那个状态当中，我们就合理。是不是？哎，如果你们不拉这些乐器啊，不弹这些国乐，你会选择去做什么？小彩，我吗？吗？我如果没有音乐人生吗？
我应该会国乐的人生，没有国乐人生，你的音乐就很国乐啊。那你会弹钢琴吗？我会弹钢琴，真假的？可是我还是不会走钢琴，我应该会去当兽医或是帮宠物剪毛的吧。哦，对，就兽医哦，对啊，所以你是兽医系的哦。喜欢动物，可是喜欢动物跟当兽医不一样，你可以当美容师跟当医生差很多。对，所以我说这两个我都因为没当过，所以总是觉得期望比较高。对对对。哦，那你要念兽医系啊，兽医系要考试啊。对啊。所以你本身之前在念书的时候就开始学，你怎么会接触国乐？我吗？因为其实我自己是我家庭啊，家庭的关系，我爸爸，然后还有我爷爷这边，他们也都是学传统乐器的。是啊。对，但我小时候非常排斥，我小时候其实是学舞蹈、学体操的，然后后来就是我爸妈觉得，就是我在舞台上，因为我又小，比较小只，然后脸又没有很好看，他们就觉得说这个不行，这个以后一定要走音乐，就埋没在那个就是教室里面或是那种琴房里面就好了。对，所以他们就逼我学这个，然后这个二胡其实我自己小时候非常讨厌它，因为它。看起来其实不像其他乐器那么美，你看这个柳琴啊、琵琶、古筝都很美，二胡就一根杆子这样，然后还有那种古怪的蛇皮在这里，所以我就后来就一直很排斥这个。然后后来我爸爸就说：“好，那不然你学了，我就买一只大熊熊给你。”哈，哦，好。于是我就开始学了这个乐器了，就是因为那只大熊熊。天哪，小孩真的很好骗哎，真的很好骗。然后就从国小三年级走到现在。所以你有参加过，就是在这条路上也是会去参加一些比赛吗？哦，对，小时候。都已经是参加比赛了，对，因为没有在这一行。哎，哦，有哎，最近看到老师你会不会回来？他们就是里面有那个国乐团哎。哦，对啊，好像有看到啊，是国乐，最近有一个国乐的电影。国乐的电影，我是对，就是上次思源姐来的时候，那个电影就是那个国片啊，那里面后面就是，然后那个他的那个学校，然后那个老师就是带了一群那个国乐班的小孩这样。哦，那个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那么多那个国乐的演奏，今天算第二次这样。哦，对，其实现在有国乐掺杂在里头，你主题的电影也非常非常的少。是，对啊。那你有想要单飞吗？我吗？對啊，我想要单飞吗？对啊，我应该是不会，因为那个之前也很流行，就是用乐器，然后自己出了一张。我们是有，等一下换丽思讲的时候，他可以讲一下，因为他现在有走一个不一样的。哦，真的吗？对，他有不一样的走向。什么走向？那等一下听他介绍。不用，好，那都被 Q 了还不讲。就换了。对啊，不用换了，就大家一起聊天啊。怎样？你现在在干嘛？哦，现在没有，因为我本身其实是很喜欢拍照的一个人。拍照。对，假如说我喜欢被拍、哦、对，很喜欢拍照。那我如果没有音乐的话，我应该会当一个 cosplay 的。没有啦，开玩笑，就是我一开始有出个人的写真书。哦，对，那现在已经就是那是两年前出的。那我在九月份有出了一个写真，我的写真集加单曲，揪一下。哦，是唱的吗？加单曲，对，唱跳加单，用柳琴伴奏吗？没有，就完全跟国乐乐器没有任何关系。对啊，但是如果大家是在无双认识你的，那你没有去那里，就是中间秀一小段什么？不会啊，因为就是无双是归无双，就是我只要在无双乐团是团员的身份，我就是表演乐器。哦。那如果是用单曲的身份，我就是用唱跳的方式。了解。而且这个已经就是都在筹备，还是都已经做好了？对啊，现在已经正式发行，就不管是实体还是数位都有发行。哦，真的？那你都讲了，他没有让你唱两句，我这样不是很不厚道吗？但是我们这种是这样，像我们这个平台，就是希望让大家就是可以好好介绍自己。你既然有一个这样的作品，那不然就现在。那我就唱一小段好了。哦，可以啊。那你需要你的团员帮你伴奏吗？他们可以帮我拍手就好，可以帮啦。呜呜呜！哦，真的吗？我真的，我只会呜呜呜。要这样子，这也是一种才华。好啊，那你要唱歌了吗？雪已经小可爱的内胆，我心甘的很闪闪发亮，把自己的喜欢给我自己欣赏，我只穿萌萌哒。等一下，你最后那句啊，去他镜头那边唱。萌萌哒。对对对。我只穿萌萌哒。我是说你可以走过去。走过去吗？当然啊，对啊，他会给你一个什么什么男友视角的。怎么有音乐了？看人是很好，那你就唱吧。雪已经小可爱的美蛋，我心甘的很闪闪发亮，把自己的喜欢给我自己欣赏，我只穿萌萌哒。
谢谢。唱啊唱啊唱！摆摊，没关系。不管紧张或者是发狂，当你觉得孤单，玻璃心大爆发，就是你需要这一下。谢谢。我们导播人有没有很好？他帮你找音乐出来，让你唱歌哎！天哪天哪，不会啊，非常感谢大家，这就是一个那个平台。然后你既然有这样的作品，我们也很乐意让你透过这样的那个方式。谢谢。那你更喜欢做哪一件事？其实我只要在舞台上，我都很开心，不管是用什么方式呈现，对啊，就是不管是乐器啊，还是唱歌跳舞，还是只有拍照。所以大家要怎么找到你刚刚的那首音乐？在 YouTube 上面搜寻 Jew 一下都有 ，KKBOX 任何数位平台都有，就找 Jew 一下。对 ，Jew 一下。那你是用怎样的名字发行的？我是丽丝，美丽的丽，丝丝入口的丝，就写丽丝 Jew 一下就可以找到那个歌了。对对，打 Jew 一下就有了，打 Jew 一下就有。而且你人也很好，还帮他打歌。他的歌超好听的，就那一首而已啊，一首就很了不起了。要不然你出来唱。我你就说你要打歌啊，你又不会唱，你骗人。我说是他那首很了不起。你知道朋友在讲话对不对？没有没有，小彩，我们的队长是在我们的乐团里面算是我们的灵魂人物，因为有、啊、因为他情有灵魂。对，他刚有说，所以他说哦，这里面有灵魂，灵魂。他不管是乐器还是娃娃，他的娃娃也有灵魂。啊，你说他那只大熊熊，他那只大熊熊其实早就已经坏掉了，但是因为他爸妈又买了新的一只，所以他就用灵魂交换仪式帮他们把灵魂又转换过来。如果有一天我们有需要做一些就是比较就是奇人异事的单元的时候，可以发我。对对，可以发你来做一些就是灵魂交换。而且我有咒语，阿里布达萨布鲁吉巴巴吉巴布伦吉动。哎，你不要这样子哎，那个日本很多的那个东西都是说里面有个神啊，有个灵魂啊，不是这样吗？印度也是啊，印度也是、啊，对啊，对啊，他就连拖把都有拖把神，然后什么窗，真的啦，我认真的，我很错过那个看过那个新闻专题啊，他们不是有很多，有点像。他也不是真的鬼怪，真的，我也蛮担心，我很担心他以后的小孩会不会说，哎、欸，这会是我哪一个熊的转世这样之类的，香香转世，香香转世，很担心。欢迎收看安踏明星，我们下一次继续来介绍无双乐团。我们先离开刚刚、那個、要跳题了，对，刚刚那个话题就是我们先到这个地方做一个休息的部分。安娜，您现在就是在那个国乐这条路上会觉得寂寞吗？还是？不寂寞啊。丽卡吗？丽卡，丽卡，对，这么没有没有，要记一下，因为团员就是蛮多人的，就是日本有一个丽卡娃娃，就是那个丽卡。哦，了解了解、嗯。你有排斥，就是你是很心甘情愿的去学国乐的吗？不是，大家都好像不是哎、欸，没有，我今天无意挑起任何家庭的纷争，我只是很真心的问一件事而已，因为你们现在用这个。就又是用这样的身份在那个社会上走跳，没有啦。可是至少现在是开心的，现在就是已经接受了这件事情。因为我啊，常常跟就是朋友在聊，我就说，其实哈，如果小时候啊，我爸妈压着我去学钢琴的话，我想我现在应该气质会更好，就是我都会这样想。但是都是以前的事了。嗯，我是在想说，你们是一些学音乐的，就是从小到大，因为今天才能够用乐器来跟别人交流嘛。对，那你有想过用？二胡来自弹自唱这件事哦， 这个我就要讲一下。我就觉得你真的是，对，我一直很想说。你又说什么？你说我们的丽卡也有单曲。所以这里面除了你之外都有单曲吗？你知道我刚才在想，我不想要提醒这件事情。那音乐已经下了，那我们丽卡来表演一下，大家鼓掌哦。这是日文还是中文？你就唱吧。老师也不知道。唱你想唱的、啊。都唱，都唱，都唱就好了。有点太强。不会啦，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叫做《花水路》。花水路啊。对。我怕我忘词。没关系，忘了就算啦，就唱到你忘掉的那一段。当然啦。嗦啦嗦，明明就是日文的，你还跟我说中文？没事啊，就唱吧。的看，一定欲しい。水着はまで着て欲しい。つばみはあげよう。庭の花波月。
谢谢。等一下，那两个有单曲吗？没有先跟我退下，要先讲是不是？你这样都吓到，然后音乐说不不，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就先这个，哇！所以你日文是硬练的，硬练的。对，这首歌是硬练的。蛮想要像你两个用日文吵架，没有办法。研究日本文化嘛？那我想说，所以你也很喜欢。你只有硬练的这首歌？我还有硬练另外一首，但是，我忘记它的日文名称叫什么了。没关系，下次想起来的时候你再告诉大家。好，没关系，下次再找我来，我再唱给大家听。专业啊，然后可以在他们前面发表一下。对，然后之前这首曲子我会用三种方式表演，就是日文、中文，然后跟拉琴这样子，就比较丰富。对啊，就是你就是身上就是有很多的才华，然后就是在同一种表演当中就可以帮自己设计一些特别的形式，这也是一种还蛮幸福的感觉啦，超幸福，真的，人生就是可以在那个表演舞台上然后尽情发挥，还好有被逼着练二胡啦，是不是？还在那边说你是被逼的，真的就被逼到，原本想要学古筝呢，我本来想要学大提琴，为什么有这么小只？我也不知道，就看起来很漂亮。哦，真的，可是你整個就好好跳过我，跳过不会啊，不会啊，你整个就在你不是很喜欢跳过我吗？不会，我没有跳过你啊，那是因为你那个你的身高适合这样跳过，都是一个概念。真的，我旁边两个都好高哦。没事啦，所以我也没有很高，所以叫你坐你旁边啊，不然那么高坐我们应该节目就直接就五分钟就可以收起来了。对啊，那琵琶的朋友，你个人对于自弹自唱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我吗？我不会自弹自唱。为什么？他在他的直播间会唱很多莫名其妙的歌啊，真的吗？哦，所以你还要开一个直播间哦？哦，他现在直播休息了，然后我们现在其他都有，对，他就是因为唱到太崩坏了。咚咚咚咚咚咚 ，OK 啦，对，那你个人就是学那个琵琶，对啊，也很久了吗？很久了，我从国小五年级就学这个乐器。你是唯一一个敢说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你就直接讲几年就好了。现在不能讲了。嗯嗯嗯，对，因为你现在才大一嘛。对啊，我也不知道怎么算。琵琶弹起来就是你原先学国乐的首选吗？对，因为那时候我们选择只有笛子、二胡跟琵琶这三个乐器。那我觉得笛子吹起来嘴巴就会丑丑的。嗯，所以希望自己漂亮一点。二胡我就会一个主观的观念，就觉得那是老人学的。真的，我以前都觉得这是阿公在坐在公园的，然后就是翘着脚，然后拉琴。所以我以前真的超排斥他。那你想要到公园去跟阿公一起？我当阿嬷的时候可能会。我真的觉得你放很开耶。真的吗？你不是叫我放开一点？有啊有啊，我觉得在这一团里面真的很像他们的姐姐耶。我真的是姐姐啊。是哦，然后你都还蛮他是很照顾你们耶，我发现。照顾我们。本团年纪最没事萌。最萌。萌不是他妈揪一下吗？哦，对，他揪一下，我也是萌萌的。我觉得还好。对啊。啊，这样很快吗？很快哦，真的吗？是担心罗娜，就是你身为一个男士的代表，在武装乐团这个地方，他脚都打开了。对啊，我是觉得，我说运想啊，那你这个就是在学琵琶的过程当中，遇到什么辛苦的事情吗？哦，其实我以前也是因为有一点被逼着学啦。等一下，他怎么了？他很厉害。你说他大学双主修，什么跟什么？他主修舞蹈跟琵琶音乐。哦，所以他拿到双主修学士，所以他是双主修毕业的。哦，你是说真正本科系的？真的本科的舞蹈系跟音乐系吗？还是哪个学？哦，是北艺，台北艺术大学。哦，台北艺术大。哦，你是科班出身。所以他的演奏会，他毕业演奏会是跳芭蕾啦。跳芭蕾弹琵琶，现在是叫他要表演的意思。我很想看，我没看过。天哪，你突然变娇羞了，你是不是男的吗？害羞，男的也是可以害羞。我真的觉得你这样太多了，让你出来吧，你就跳芭蕾舞弹一下琵琶。那只是剧照，对，那只是他说那是假的啦，真的。哎呀，他骗你的啦。好吧，我被骗。是站着弹，但是穿硬鞋那件事情是拍照。拍照的时候的那个样子，不会啦，就今天不管骗人家来看，没有啊，我们没有要骗人家来看，我们是真心诚意的用这样的那个方式想要跟大家交流的。谢谢谢谢，以后有记得来看。团奏这件事情就是会是怎么样去把那个默契磨合出来的啊？我说彩姐啊，
我变裁剪了，我想叫你小裁剪。我变裁剪了，很吗？哎，对不起，你刚刚说什么？我说你们就是他需要一些默契吧，因为毕竟就是各自有一些自己的音色。对对对，所以我们每周都有团练啊，大家就是不太可能说就是演出的时候大家再到现场然后直接演这样子。哎，那我觉得你们等一下第二首歌啊，如果就走进去我们办公室里面的话，他们不知道会受到你们的影响吗？可能会有一点点热闹，就是有一点点。所以你等一下想要只做一些有那个庙会感的歌曲吗？不会庙会感啦，就是我们传统音乐、你要庙会感也可以啊。其实刚刚小编在旁边一直 cue 我、就是说我没有表演到，他觉得不够。不会啦，你怎么没有表演？你整场都是你的、欸。他觉得我要站出来表演一下，然后这两个要帮我伴舞一下。真的假的？对对对，你有穿到正常摆这么大、因为他这个单曲，所以他们觉得这样不行。我真的觉得你大姐就是现在就在把气势拿出来，就叫他们一定要出来伴舞，就对我个人。而且我觉得我拿麦克风好了，我刚麦克风都。你吐到你自己，吵死了！我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这样拿比较舒适，就开心就好啦。就在这里，就是要就是轻松一点。没有遮啊，遮到了。不会啦，干嘛想那么多？好，那就带来一首小小的一段好了。不用，你可以大大一段，我也 OK 啊。真的吗？嗯、当然了、啊，你要演到就是你演奏完直播结束、OK ，演到直接结束可以、啊，当然可以，二十分钟都给你啦。这样你很轻松、欸。不会，哪会很轻松？我就讲话很累，我也可以在旁边配合一下大家、那個。那我们就来喽，好，我们就来喽。好，是我怎么样？全部都能端上？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那要全上吗？我以为两个，所以那全上了，所以全上的意思吗？我个人要闪到旁边吗？那个乔彩姐要在哪？乔彩，我现在是要劳动四个人，好不好？天哪，好吧，好吧，好吧，你现在一整个突然间吓到我了，好。酷酷，想不到你。其实好像没有啊，你这样没有怎样？没有，没有什么？没有，没事。哈哈，对，什么东西？没有啊，因为我们刚刚没有听到他的这个版本是要演短的，所以我们刚刚演到另外一个版本，中间突然一个山回路转又演到别的地方去，哪有关系？就表演不就这个样子吗？现在 Q 下来，我们就好，没关系。那大家听到现场的，一个立刻转，立刻转到短板，不就是一个表演者就应该要有这样就是临机应变的概念吗？对啊，对啊，这就是舞台上最特别跟最迷人的地方，不然上来都是安排好的，有什么好玩？而且刚刚最好看的是因为前面的两个在伴舞的步调完全不一样。对，因为他们也没有，自己他们也没有听到是短板，然后他还给他一个眼神，说：“我要再，我要再。”然后他就完全不理他，就跳下去。我个人觉得说，这种姐妹被发现我们不合，对，蛮诙谐的，蛮刚有一个蛮诙谐的状况。不是，那不诙谐，没有，不止前面两个，后面三个也都不一样。没有，后面两个弹琵琶说：“为什么要帮你伴奏？”但是那个也是自己弹的，对啊，好像做出很多。我就觉得我们喜欢在那种表情当中寻找那些没有说出来的话。哦，对对对，就是刚反而更精彩，比平常表演还精彩。当然，我觉得超好看。对，超好看的。对，刚刚丽丝跳跳就啪，然后就掉下去，然后旁边那个丽卡就好开心，你也回掉了吧？然后我觉得说，然后跳不一样的，我为什么把它讲的时候你们都在吵？对，然后那丽丝跳，嘎，抬到的时候，心里头有点不开心。很多戏。对啊，我觉得真的很有戏。然后踩，我还是故意那么蹭，要把它踩碎吗？刚
有吗？坏了吗？对啊，他已经把它踩断了。我踩的吗？没有没有，我踩的。哦，我好期待你踩到，然后我想说他等一下说你刚刚踩到我了，快来来来，等一下来就吵架。对对对。其实很多很多大家都会觉得，哎，这么多女生的团体会不会心里都是勾心斗角这样？你们有17个人嘞，所以你们是合宿吗？还是有下班？我们没有合宿啦。然后我想要合宿应该很吵吧，吵死了。合宿很嗨耶，我好想要跟大家一起住哦。我不想要跟他住，吵吵死了。我们在听那个和谐音乐的过程当中，因为我们刚刚在里面那个蕊场的时候，其实有一 part 我就觉得很可爱啦，可爱就是大家弹自己的，然后那个其实蛮吵的，就是明明是五首歌，听的就是很吵，感觉哦、对对对。然后我觉得那个吵闹过程当中，他们五个人很优雅在那边自己拉自己的，然后觉得这个画面就是乱中有序。哦，所以你是想要我们表演大家在练琴的时候吗？就是练琴，就是自己弹自己都不要管他，然后就现场都出现那种感觉，就很吵很吵。那不是很吵，那是一种热闹乐音。好，所以现在是，不然你们带乐器来，对啊，就是做自己的事就好了。然后大概弄玩个三十秒啦，好不好？就是弹自己的，然后你也可以弹你什么牛仔很忙啊，他可以弹什么那个，对啊。哦，好好玩了、哦！等一下你要让我等我们 cue 你啊，所以我们这一 part 是就是一个我们要重现那个练团式的那种平时的状况，所以你要先指挥一下说好，等一下我们要练习哦，大家尽量认真，就是你要指挥一下。但我们现在要等他装一下那个。你看吧，是不是？我就觉得哦，还没弄好哦。哦，他刚刚跳舞跳到麦掉了。其实刚刚那个声音对学音乐的孩子们来说很正常。因为大家都是平常都是这样过来的，我知道啊，所以我才说我现在我们没有意识到哇，原来这是一个特色、欸。真的没有，就是一个重现练团式，因为我觉得这样是很真实的。刚上来都是已经就是排演好的嘛，对对对，对啊。但刚刚也蛮像练习的、啊，我觉得剛剛那次不会啊，刚哦有啦，有练习的感觉，因为舞蹈不一样嘛，对啊。然后两个弹琵琶的也没有同调啊，就是然后那个拉二胡自己在那边踩过来踩过去，也是自己笑得很嗨，然后就站在正中间这样。然后前面两个伴舞的完全没有理你。他们两个一直往中间靠，就把你挡起来。有啦，我有看他在哪啦。刚刚中间的怕，我应该要瞄准他在哪边，然后直接打挡起来，感觉真的。因为其实我应该要走出去，可是因为刚刚他们太近了，我就想说，那我在后面好了。好啊，那你现在帮我们指挥一下那个重现练团式，三十秒。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说，学琴的过程当中，其实在平常他们其实蛮吵闹的。丽丝，你有什么意思？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丽丝？你是在找麦，你讲。平常我们都很吵，其实。真的吗？我们只是坐坐而已。好，我喜欢你这样这么诚实，彩姐你就不要再掩饰。没有，我们连讲话，平常大家讲话，他们要来上节目，刚刚过程当中一路都在吵架啦。他然后谁等下坐在哪边？没有，我觉得我们感情很好。拜托，你今天穿那么高，好，你是怎样？哦，这倒是真的。你为什么要穿那么高？你已经长那么高了。你知道在要上来节目的时候，小彩还在为了里面不能装鞋垫这双鞋而烦恼。他就说：“老师，可不可以不要穿这双？”哎，怎么跟我讲出来啊？不能说是可以啊，就是现在就是一个女生宿舍的吵架，然后现在要去。练团是还是要听队长的那种概念，没有啦，就是好了，刚刚鞋子的话题我们就跳过吧，当然跳过，我已经帮你跳过，你自己又绕回来，真的很像有事哎，我都帮你解围了，帮你那鞋子鞋垫，你本来大概想要装几公分？我本来要塞鞋垫，可是这双塞不了，对呀、啊，那个整个脚型都那个了，你再塞鞋垫，今天刚不是因为我真的是我们嘉乐团的女生很多都好高哦，将近一百七。所以你现在是怪别人的意思吗？没有啊，我就没办法，就我懂啊，这样子个子矮这件事，我也是很有对啊，我们两个懂哎、欸，你干嘛把我拖下水？你懂我？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我今天是客气，我没有很懂，我其实蛮高的、欸。但是说真的，那个人家有统计说矮子的人非常你为什么用这两个字？你怎么这叫矮子？不是有人统计说矮子都很聪明吗？统计啊，比较聪明哦。你觉得这样我们会比较开心吗？应该比较开心吧。还好吧。代表我们这些高的人是笨的。你说矮子比较帅，我们应该还会比较开心。故意跟你讲，我也觉得还好。对啊。哎、欸，我们干嘛自己对号入座？对，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妈，好了，快点，你应该帮我重现一下练团式啦。好，哎、欸，大家要认真听哦，这一段只有今天才有，因为他们有五个人，有五种乐器，然后真的好吵哦，但是还蛮好笑的。不要起告，是不是真的蛮吵？我们真的就是你自己说，平常都是这样子啊。可是透过直播把它做出来，不是很有趣吗？
对，但其实哎，这种趣味是只有你们才有，你们没来，我们还听不出来这种东西，就是不会听到大家。当然啦，就是你们今天到这里就要做，只有你们可以做得到的事情。然后这是刚刚我在那个，就是跟他们那个对流程说，我觉得这段很可爱，因为那个东西就是在看自己的认真的过那个准备，但是那个认真之外，就会让人觉得哇，真的太认真，认真到想要笑，因为他们没有在听别人在做什么。对，所以你们在练琴也不会特别为了同一首音乐，那练琴要什么？唱歌要开嗓，那练琴要怎样吗？要热手啊，要先热手。对啊，就是说手指运动。真的？对啊，对啊，我都会伸到最直，然后张到最开，闭到最紧，五十下。五十下？嗯，对。可是这样就会张到最开还蛮痛的。张到最开，闭到最紧，张到最开，闭到最紧，这样子是一下、两下、三下、四下、五下这样子，五十下。可是我刚刚学的，你张到最开，这样拉出去其实有点痛。嗯，不会，会痛吗？就是筋，你可能关节要去看一下。这位太太，你今天是来这个地方，到底是你是有来认真参加节目吗？我真的很认真，你是不想要下次再来了是不是？你现在五个来，好啊，下次不要来啦。怎么会痛？完全不会痛、啊。你现在还有事，你还在这个话题，你自己不要跳过去。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好，那我们就好，这节目就结束了。好了，没有，他们今天还要带来一首那个，我们要让大家开心啊，就是让这氛围那个热闹了。然后接下来。接下来准备这首乐曲是这首是我们无双同名专辑，也就是从我们2009年发的那张专辑的著名曲目，最热闹叫《国色》。嗯，啊，等一下你就到了一个应该走出去的点，就自己走出去。对，我会走出去，然后你不是要 cue 我吗？没有，我不要 cue 你啊，我就是故意不要的、啊。刚刚他们说你要 cue 我、欸，没有，我就现在不开心，我不要啊。那我就自己决定了。当然啦、啊，你就走出去，你就不要回来啊！当然就直接大门在那边，我帮你叫车。直接出去了，计程车。对啊，我帮你叫车啊，等一下车就来了。车你就抬抬，就自己二虎就自己带出去。那、啊、你们四个记得回来哦，我们再好好跟那个。差别待遇、欸。没有差别待遇，这是一定要这样做的。你现在是来乱的吗？他要出去弹琴，他要自拍，没空啊。好，哎，请准备哦。哎，你们要先跟大家说，我们要去找你们了哦。快点呐、啊！你身为队长要跟大家讲一下。他说：“那就台下辛苦各位的。”不是你要有礼貌一点，你不要这么。啊、你要说、啊、你说嘛，因为什么我说又不是我要走进去，你要自己说。我是无双乐团的小彩哦，我现在要带着我的小彩，我要带着我的姐妹啊，我要带着姐妹们一起。你看那边，你看我干嘛啦？你不是在教我，我在学习。对，那你现在要直接来，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你为什么要播到十二点我们要，你不是说让我播到十二点？我有这么说吗？我们要下去喽。不是下去，你要说我们要跟你们在一起了。我们要跟你们在一起了。如果你们要让他去就拍手，不要就不要理他。哎，他们不要，他们没有拍手。他们是不理你。没有。换我，换我。我们要下去喽，可以用掌声欢迎我们吗？有没有？有哦。都给你做，我下班。好，好，忙你的，忙你的。好，哎，欢迎无双乐团，掌声鼓励。你在挥什么手？回来上班了啦，还在那边给我慢慢走。你在选美有小彩，
哇，彩姐带去那边跟人家交朋友哎，感觉真的也是很会。啊，现在是怎样？就是你想要下班了哟？麦克风在那边，你在人群中这样弹奏，跟我们在这边一个舞台安静的表演，你更喜欢哪一种？其实我觉得都需要哎，对啊，因为就是下去跟大家近距离的互动，然后跟大家拍拍照啊，然后现场让他感觉到你旁边有人在演奏乐器的时候的那个感觉，还有在台上的时候，你可能有一些技巧比较困难，或是你需要比较近的一个状态下去演奏的，是不太一样，所以两个都需要。是，所以其实你们接下来还是有一些那个表演的活动，你要不要趁这个时候？哦，对，我们11月24号，11月24号，11月24，对，很快，我们在台中葫芦墩那个鹿掌，对不起，是一个小镇艺术节，小镇艺术节，对，小镇艺术节的演出活动，那场演出活动非常特别，是跟我们以往的商演都不太一样哦，对，它是一个有一个现场的 live band 会跟我们一起合作。对，所以你要唱一些摇滚乐吗？不用唱，是用演奏的方式。摇滚乐。对，要一起去，就是变成我们用 Live Band。好，你要演奏哪一首歌？很多啊，像那个五月天的歌啊，真的假的？或是像我们现在流行的一首，我跟你讲，你现在没有演奏，我就不开心了。就是你现在先随便弹一首。现在要弹五月天啊，你都自己来啊。哦，好啊，来来来，来，好，麦克风放下，帮我放《路正曲》。哦，真的吗？好，真的、啊，帮他找一下。哎，来了，来了，啊，直接上，立刻有了，立刻他们。好，那帮我音乐大声一点点。好，没问题，没问题。哎，这是加码演出，哎，开心开心。好 ，OK， 大家一起吗？这样的曲目，我很喜欢那个刚刚你们那一段，就是每个人很忙的感觉，每个人突然就变很快，是有很快速的曲目，有啊，突然叫你们这样表演会不开心吗？不会啊，我真的吗？好，那我要叫你们做一些不开心的事，那你们做什么会不开心？没有开玩笑，跟主持人合照不开心，哎，真走了。等一下，我跟你讲，我现在走在，没有，我现在直接走在网络上，朋友说你跟照，你跟照，你跟照，然后不会了，不会。不会啦，今天看到你们来，真的也是非常愉快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第一次就是也看到了无双乐团，就是我在很多的节目其实都跟你们有过一些那个访问啦、啊。然后这一次虽然我们今天很荣幸有你们五位去做一个那个来现场表演的这样的代表。所以到时候你那个小镇艺术节是17个人都会到吗？我们那一场有10，它是有几场连续几场，还是就只有一天？其实我们是它好像有连续好很多个活动，是不是？我们刚好是只有那一天，我们有15位团员会出席，15位团员，对对对，哇，好酷哦！所以当天就等于就是一个有点类似像你们的粉丝见面会的概念了。对，而且就是难得会看到这么多。对，那我是有讲错什么事情？没有讲错事情，对。所以你还可以吗，彩姐？可以，很棒。真的。然后今天你有特别除了那个小镇艺术节的这件事情之外，还有什么要跟大家交代的吗？我有一个全国的签名会，就是我祝一下的签名会，11月18号。现在都是没有 Q 都不要讲就对了，你们这些人也真的是很好笑。11月几号？11月18号，就在这个礼拜六。礼拜六。在嘉义还有台南连续两场。那连续两场。大家想要知道。很辛苦耶，嘉义台南就搭车也不是。对，就是要赶行程，赶签名会。那你们会陪他去吗？没有，他个人的活动。我就跟你说吧，大家感情不好，那他就说没空。我想去，我想去，拜托 Q 我去。对，这样才对嘛。但他还是说，不好意思哦，没有安排你的位置，你就这样回他就好。对啊，就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要知道你们和谐的状况。就是他说要去，你就说不行。对，没有啦，我们感情其实很好。你不要来哦，你就说我们真的感情很好。我知道啊，真的，所以我才故意这样弄。你知道公司都常常叫我们，希望我们吵架可以吵点话题，可是我们都吵不起来。不会啦，吵架哪是话题，打架才是话题。
对啊，吵架要干嘛呢？你刚刚那个在练团是那种冰牙啊，就很有点像在吵架啦，就感觉很、欸。所以那个接下来，哎、欸，你们的团员是也会不断招募新血吗？对，是没错，对对对、啊。不用说一下吗？就是人家别人如果想要加入你们的话，要有什么条件？不能比你高。当然要比我高，我已经最低限制了。你干嘛这样用最低这两个字？我们两个都一样。你干嘛又拖我下水？对啊，所以一定要比我高。要不是我有点礼貌，我一个整个站到沙发上去了。对啊，所以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招募的那种讯息会公告吗？还是怎样？想要就是我知道，就是其实你们的乐团这样的表演形式，提供给学国乐的一些后起之秀或是有兴趣的人、嗯，其实真的是一个表演的平台。嗯，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那种比较，它不算冷门，但它有点孤单。因为不是那么多人在做，可是团体一起出现的时候，感觉那个力量就不一样。而且你们刚刚这样子一起演奏，其实是愉快的。网络上就是大家在看的人，其实他们也都非常的开心。也许因为这样让你们的这些表演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说吧，蔡姐，你们有什么招募的一些讯息吗？还是随时可以寄自己的什么？可以啦，我们无双乐团有 Facebook。你本人是担任一个评审的工作吗？当然没有啊。你干嘛突然客气？我真的没有。你不要在那边给我装。嗯，好。我们通常招募讯息是我们的团长跟我们的总监、哦，他们在负责的，他们会去发布，对对对。然后最后他们有来做一些遴选这样子。哦，一定会面谈。现在比较缺哪个部分的乐器手？我们最缺笛子了。我跟你讲，就没有人要去，因为刚刚他自己说啦、啊，吹笛子超丑。谁要去当那个丑？我们吹笛子很美、欸，超奸诈，真的吹笛子很美。啊、人我都后悔我没有学笛子，没有啦，都缺。因为他可以当队长，只要是可以学国乐的都可以来，都可以来。没有了，我没有、啊。他说、那個，嗯，拉二胡的不要来，吹笛子再来，这样就好了。二胡的也要来。你想退休？没有啊，只是不够啊，人不够啊，有两把嘞，才两把不够，那多吵啊！我们有一天有三四场演出，所以你是就是说这样可以偷懒，可以轮班？没有三四场演出，你同时可是我们要看一次十几个人的啊，那但是人就不够用啊，那不然不是很忙？你看四场如果要五个人，是不是要二十？哇，好棒哦！四场要五个人，所以要二十个，所以你们要二十个。好，他们现在甄选二十个二胡，是这样意思？对啊，我们现在乱算，我们都帮人家乱招募哎、欸！不要这样子，他们如果有兴趣这样加入的话，真的有兴趣的可以到我们粉专了解一下我们这样子。好了，谢谢你带给我们就是热闹愉快的一天。谢谢谢谢。好，谢谢你们用特别的乐器来这个地方跟我们那个认识。希望今天我们这样嬉嬉闹闹的，也会让你觉得其实。做国乐啊，其实一点都不孤单。其实就是有音乐跟有的时候，应该都是很开心的事情。并没有那么死板的、嗯，我们也是非常活泼的。赶快介绍一下自己有什么一些那个粉丝的那个专业啊平台、哦，让大家可以去亲近你们。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那就大家轮流讲一下，对个人的。OK 的，好。哦，我们现在其实全团都在浪直播，浪 live 直播、哦是是是，然后我们自己也有 Facebook 的粉专、嗯。那我的粉专很少有人在我们这个地方公开说他们在别的平台直播，刚刚那段就把它剪掉，啊、那就可以剪吗？哎，不能剪啊！我不是跟你说没有 NG 吗？我只是在，我只是说那就讲粉专就好了，啊、对对对那就讲粉专。我们就是没有，他们没有在别的地方直播，他们只有来上安安大明星的直播。哦，对，好，我们只有安安大明星而已。对对 对, 对，然后大家就一直点开安安大明星就好，就是没有直播这件事。那直播主他们都熟。嗯啊、所以呢，我现在讲粉专就对了，就去粉专再去看他们在哪里直播，这样好，这样可以吗？我这样有算也对你很好，可以啊，对啊，对啊，啊，不然嘞，对，哦、好, 好，那总之就是无双乐团的粉专，然后我是小彩，彩虹的彩，嗯，好，对，小彩扎雅，没有了，好，嗯，下一位，下一位，那我是丽丝，我的粉专是美丽的丽丝，是 Rookers L I Z， 然后丽丝丽丝，那我是18号在嘉义跟台南有签名会，然后25号我在鹿港呢也有我的个人的演出，然后25号在台中也有签名会，那台北的签名会目前的地点呢跟时间可以看我的Facebook 上面，那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的，救一下，很会，谢谢，很会，嗯，对。你这样不要让彩姐不开心。不会啊，怎么会不开心？哎、欸，好好好，你看不开心嘞、欸，就是说不开心吧。好够，啊，换你。粉专就是丽卡，草字头的丽卡，柱头的卡，是 L I C C A。好，讲完了。讲完了。哦，我没有什么演出资讯。OK OK OK， 好来。那我的粉专就是我的本名温盈君，那也可以在无双乐团的脸书、嗯、对，脸书搜寻温温就可以找到我了，谢谢。好、哦、来唯一的男孩，对、哦、我男孩我就找我的本名就好了，
就韵律的韵，飞翔的翔，对，没有，就我的脸书而已。对 OK OK， 不会不会啊，就之后大家一定有更多机会跟很多很多人一起来见面。今天非常谢谢那个无双乐团来，然后最后就是歌都演奏完了耶，怎么办？没有怎么办、啊？那就直接挥手说那个下次见。好、啊，这样啊，对耶。啊你不愿意？不是啦，是你们要自拍啦。哦，我们要自拍。对啊，你们有五个人，然后要每个人各掌一次那个手机，就是、哦、一个人要拍自己，是每个谁要拍你自己，我要拍五个人啊。哦哦。然后生气，主持人今天脾气没有很好，就是你先拿一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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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拍五个人的那个自拍大合照。哦、对啊，那个现在那个看那个小彩这边。进得来吗？我手实在是有点短。他的意思是说靠过来一点，我没空距离你们，他大概是这个意思。好哟，好，换下一位哦。好，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小彩虽然不是很高，但是他为了脸小，还是会站到最后面的位置，在自拍的时候。挡到，挡到。你看，而且他那个时候还会跟团员在那边抢位置，在这个队长其实在做的工。哎，这样没事。好，没事。好，下一位。好，好 ，OK。我们这样每个人有一次脸大的机会，他们就会有一个自己长进的时间。好啊，下一位。哎、欸，这样感觉五个人这样拍，他蛮好玩的，就是一直换，就是很忙这样子。好，这个人很奸诈，他故意放在下面，让大家一直蹲下来。还是温温，而且身为队长的小彩现在卡不到位置。好，好，接下来 ，OK。等一下，刚刚那琵琶很重。哦，真的，就叫你去买琵琶来吃就好吧，弹什么琵琶？好的。耶、yeah ，酷酷，哦，还会啾啾嘞，好、欸、好。哪里按的好厉害、啊？你不知道？天哪，你不知道？哦，天哪，我不知道，而且我一直都拿 iPhone，、哦、音量键可以照相。对，谢谢。啊、哦，真的，我不知道哎。好开心哦，他也不知道事情哎。对，好。哎、欸，那个我们会在那个我们的那个三立新闻网上面帮大家那个做一个特别的那个图集。谢谢。今天还可以吗？开心吗？可以啊，很棒啊。大家愉快吗？有。好了，希望无双藉由今天的安大明星让更交到更多的朋友，好吧？用音乐跟大家交流，谢谢大家，安大明星，下次见，谢谢无双，拍手，谢谢无双乐团，呜，谢谢，谢谢你们。谢谢。